只需要物以类聚，大部分嘅男人都幻想自己系富二代，大部分银包都维持喺富二代。时代唔同，依家默默地守护近稳挚爱，面对物质同现实，暂时可以置身事外。同一段说话群发唔同嘅人讲，有寂寞嘅回复当然有嘅。等天光破天荒，十五分钟讲地老天荒，相逢恨晚出嚟见面睇下个样再讲。最重要每日日子好似个 fast line， 对住部电话语音好似玩 pass my， 又使乜太过认真讲嘅嘢 true or lie？ 既然肉垂砧板上就食得唔好晒。餐晚餐已成习惯，转换照班，清晨晏昼夜晚，一边想像你松眼，一边刷新清单仲要玩，因为有太多俾你拣，想要有运行线学会脑残可以间，因为有太多俾你孤单，无论天使定撒旦，寂寞都会置换。Hey, we are all gonna die anyway， 生活越清淡就越重口味。线上是知己，见面就见美，食色是食也，赢是一个哲理，最近立即约你，最远约即约你，默默地爱自己，冇出线你自身就先死，人生冇装你又点会完美。只是感觉方便填补空虚感，情况类似充电，不得闲抽身，随时都会抽筋，与其越陷越深，不如釜底抽身。小事偷针，大事偷金，有人偷偷摸摸，有人偷心，魔鬼手上有解开好奇的锁匙，阿当被夏娃诱惑那时。喂，我最怕我 boss 都是不要再打开潘多拉的 apps。 你要用下半生功算计，你太自我那位，随便都可以爱，爱上我。